王九龙不雅行为曝光后，王九龙可以说是无颜面对曾经的父老乡亲。作为搭档张九龄都去支援一队，而王九龙也传来了好消息。近日，王九龙首次参演的影视剧《人海之中遇见你》定档播出。在剧中，王九龙出演面馆小老板，而名字也叫王九龙。在最新预告中，显然对女主角宋青春格外偏心，不仅煮面时免费加量，还熟练送上冰可乐，却被哥哥灵魂吐槽，再不大胆点儿，就要一辈子当隔壁小王。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让你大胆点，大胆点啊！你看人竞争对手都找上门来了，你是不是一辈子想当隔壁小王啊？有网友表示，王九龙在剧中的人设太赞了，感情戏的期待值直接拉满，面馆老板也有柔情浪漫的一面，再加上王九龙傻白甜的形象，太治愈了吧。还有网友表示，这是大型社死现场吗？哥哥大王神助攻，当面戳穿剧中的王九龙暗恋宋青春，催促他不要永远当隔壁小王。刚刚还大大方方和小王老板互动的宋青春，秒变害羞少女，王九龙更是话都说不利索了。剧中王九龙一大波的甜言蜜语等你查收。如今的德云社可以说影视综艺全面发展，但王九龙进军影视圈是让人非常的意外的，而且王九龙在这部剧中的戏份还不少，并且还有感情戏。不知道有一些腼腆的王九龙在拍戏的时候有没有害羞。王九龙像一个单纯的有钱人家的小少爷，憨憨的，傻傻的。郭德纲都直言我外甥傻白甜，这个耿直男孩的笑容总是有一种魔力，每次看到他咧嘴傻笑，心情就会变好。在剧中看到王九龙傻傻的笑容，糖分明显超标，让我们一起期待王九龙在剧中更多的表现吧。